有有炸炸药要崩了、哦！啊、哦，没有，他坐台车进去啊、哦。等等，正经上五边三分钟，我要等一下哦，谢谢。好。好。等下，爸爸跟你介绍以前爸爸怎么去玩那个山洞。小时候，在西元，小时候它是封起来的哦，赋予了本山五，懂不懂？一个新的生。哎，你爸爸跟你讲古，你一直不听你。小朋友看得出来这一条是什么东西吗？什么动物？蛇，你好棒！你有听过虎头蛇尾这句成语吗？应该都还没，还比较小后。哇，这光在抓哦，抓这些拍菜头，你看啊，那那空咩哦，卖有没有火头抓尾？对，小时候都常跟我们讲过，晚上不要吹口哨。他们也是有这样的禁忌。我们现在在这座山呢，它叫本山，日本的本哦。本山这座矿坑，它从最早的金瓜路口发现的一二三坑呢。现在已经看不到，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地质公园的位置哦。它最深已经挖掘到海平面以下132公尺的地方哦，也就是我们8分9分都在海平面以下，在海里面。哦，所以根据台湾矿务局的统计啊，我们在整个金瓜石的地区，林林总总的坑道加起来的总长度已经超过600多公里，也就是比台湾本岛还要再长1.5倍。弄了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去做后续的炸药的埋设。哦，埋设炸药它进行爆破，我们就沿着这个砖道就可以进入坑道喽。好，小心走哈、哦，拜拜。拜拜。爸爸跟你们讲啊，爸爸小时候呢，去那个三仔湖抓虾子回来，都在这洞口吹冷气哦。以前它洞口是封闭的，然后里面都会有那个很凉的风吹出来，然后就。小时候家里都这边家里都没有冷气，就是到这个洞口吹冷气。然后以前门口这边有台台车，就可以在门口玩这台车溜这个轨道，溜出去又溜回来。然后以前这里里面是摊崩的。啊？没有，它只是一个形容词。没有，它就是语音导览，你经过以后，它就放喇叭，放声音给你听的。来，你看前面，前面有全集中呼吸哦，那停住住山哦。手不能放在一起。对。可是我现在身上没有助燃灯。等一下，这里面太暗了，对不对？啊？不可以给我把日轮刀，就算是不给人的也可以，不用被轮刀。是的、哦。里面很暗，对不对？来看一下这个洞洞。哥，安静，我在。
时候这个套餐是不能进来的啊、哦，知道？嗯，它那萤幕可以碰啊，360度的，对不对？有炸鸭崩了、哦，啊、哦、没有，他你坐台车进去啊、哦。好。360度环境好了，妈咪好玩吗？谢谢。小心哦。
小心楼梯哦。接下去走黄金神社，全集中呼吸。好。你看，你们现在要你们要做什么挑战？好，那现在要上小武生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不要用跑的。对，这等下就没力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要用跑的，等一下，爸爸。